撒母耳记上第27章第一节，大卫心里说，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，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只要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，其实是开始了大卫生平里面成为皇帝之前的最后一个考验，他将要走入去绝地里面。事实上，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就好像寻我所讲，原来我们在神的带领当中，每一个波折，每一个冲击，是会为我们留下，虽然我们在当时留下的伤痕，但是原来在我们有朝一日，在神所给我们的高升当中，我们回想的话，最甜蜜的日子，最给我们觉得神带领的巧妙，最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主角的日子呢，就是我们回想回我们初出茅庐的时间，我们挨苦的时候，我们的经验怎样累积的时候。我相信就好像约瑟他成为一个宰相，他都会念念不忘他以前被卖的日子，坐监的日子，围炉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相信他越想他越发现，就如果不是有这些日子，他根本不会来到埃及，亦不可能在监狱里面可以帮人解梦，而有朝一日成为他变成宰相的引子。换句话说，原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很多的磨练，我们很多的试炼，为什么我们当时要看为大喜乐呢？因为其实你不需要忧伤，你不需要伤痛，因为在磨练的日子，其实将会成为你第日在你成功的日子当中的喜乐，成功的日子当中津津乐道的唯一的事件。当我们成功的时候，就好像今时今日，我在今日的光景回忆回以前我们教会得几个人的时候，我不会记得当时我吃过什么好的东西，我不好记得当时我穿过什么好的衣服，我不好记得当时我在舒服日子当中一些细节，但我会记得呢，我在经历磨练、冲击、挑战当中的每一个细节。就好像今时今日，我们弟兄姊妹都津津乐道我们双水事件的日子，但是问题在当时那个日子可以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冲击，但这个冲击却成为我们甚至现在几十岁人最甜蜜的回忆，亦成为我们最深刻的回忆，直成是挥之不去的。我们每次可以提取这个经历出来，大家去在欢笑当中谈论当时我们怎样去跟从神，神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，但却使我们成为一个更跃进、更热心的基督徒，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筛选，导致真正忠心爱主的人留在我们的身边，而导致我们今时今日在这个筛选当中，能够拥有最精锐、最专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一齐的在神的面前去奔跑。这些的冲击的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可以忆述翻，就算讲几多次、几多年之后，我们都记得。但问题，当年我们吃过的好的牛扒啊，饮过的好的饮品啊，又或者去过一些靓的地方啊，就却已经淡忘了。就算俾我们能够有机会记得，里面不会带来那种的甜蜜啊。换句话讲，在当时或者是一种享受啊，即是我们坐靓车或者是吃一餐好的东西，但是它不会在我们人生当中呢，在回忆当中呢，去带来这么悠久的甜蜜的。这个甜蜜就是你会看到大卫在诗篇23篇就将这一种的经历去记载出来。所以可以说，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跟从神，我们真的成熟，我们真的老年的话，我们就明白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意思。而事实上，信不信由你，成功反而会使一个人会麻木。成功使一个人日日的都在安舒当中，安逸当中，日日都吃好嘢，日日都是饮嘅好嘅嘢，穿着都不愁缺乏，又唔会遇到饥寒交迫嘅困境，甚至咧身边人都簇拥你，个个都赞你。但系你知唔知道呢一种嘅舒服，呢种嘅安舒咧？当然我哋系会好渴想啊，但系咧，你头一年、头十年、头二十年系咁咧，你都或者会享受得到。但是它慢慢会变成生活当中一个小环节来的，它不会为你带来甜蜜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这个世界所有有钱佬都不需要自杀，都不需要激气，
都唔需要唔满足啦。因为个理由好简单，就系话原来喺我哋嘅生命当中，我哋所惧怕嘅挑战同埋痛苦咧，原来喺我哋生命里边，当我哋跨过咗之后，我哋喺里边经历咗成长同埋神嘅带领，喺我哋晚年嘅时候，却竟然系我哋人生当中最甜蜜嘅一刻。我相信每一个白手兴家嘅富翁，其实佢最快乐就系佢有一个嘅背景，就系佢由白手兴家去开始佢自己嘅事业，去行到佢今日嘅成功。但反而呢种嘅甜蜜，好多二世祖却冇机会去经历。有好多未经历过呢一种甜蜜嘅人，其实你就算讲俾佢听咧，佢未必感觉得到。就好似今日我讲呢个栽在溪水旁，当我分享出嚟嘅时候，我相信同我哋一齐去经历上水事件啦，好几次我哋被传媒攻击啦，又或者甚至我哋储粮嘅喺1999年嘅日子啦。我相信呢啲弟兄姊妹，当佢听翻呢一段栽在嘅时候，你就会好共鸣我所讲嘅呢种嘅感觉。当然，如我所讲，最基本就系而家你唔系喺一个跌倒嘅光景啦吓。如果你而家喺一个跌倒离开我哋教会去听呢篇栽在嘅时候，你唔会感觉到呢种嘅甜蜜。但如果你系站稳而知道我哋而家喺神嘅时代计划当中，我哋终要跑完人生当中世界历史最后嘅几步路嘅话咧，你就算听我呢一段嘅说话去引发你嘅回忆咧，里面都系充满喜笑，充满甜蜜。撒母耳记上第27:1，大卫心里说：必有一日，我死在扫罗手里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回忆在我心诉说，神恩像重水活泉，情深在脑中思想往返百千转，衷心执意重赞，经出千句万语，主人不温馨，每日我心最温暖，情牵丝竹中缠，将恩惠诉说，残说神人已显恩情，昼夜未停变，献唱要唱感谢诗篇，细述陈述赞颂言辞，心盼柔弱乐将飘送心愿，让我潜伏内心释放热恋。